谢谢你哦，谢谢你。真的假的？有要确呢，又要大腿相扑。要确哦。有睡饱吗，何浩辰？没问题啊。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一起办的。加油！这个身材看起来就没有在练。哦，有人在热身的了。大家热身了。大家热身了。加油加油！他应该是健身教练的。完蛋了，怎么办？你可以输啊。那你要请扑，你要夹一下，夹一下亏。你想要往外，我夹住，你要掰的。那你夹。好了，夹比较难。来了。可以。好。 哇，两位的大腿都好粗啊！好，都是运动男生，你看，那大腿有够粗的。好哦，十秒。我拳头这样插得进去，你就不得了啊！十秒钟。等下我想一下怎么样比较有发力哈。没关系啦，压力不要太大。好好好，顶多就推人家一百块而已，没关系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 Ready, Go！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这样算应该输。你在捏哪里？哎，不雅画面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这个地方很酸，好强，好强，对不对？他很厉害哦。很强，对啊，没有，握个手了，握个手。我已经用尽全力了，这样算赢了吧？有了，还有赢了，最后一秒我有塞下去。对啊，有赢有赢，哎。 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花时间跟我们来体验这无聊的游戏。谢谢，希望这毛巾回去洗澡会很开心。对啊，谢谢，他送购物袋哈。谢谢，他赢的话是，他赢还有购物袋，好，OK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开心就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对啊，我内侧没力。对啊，辛苦了，辛苦。谢谢，谢谢。东西不要忘喽。对。你有记吗？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记。它是什么？ 弹珠台加奶酪，又要大腿相扑，要确哦。你有睡饱吗，何浩辰？你好，你好。你想要什么吗？是玩游戏就一定。你想要弹珠台？来，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纸箱做的弹珠台，然后我们呢？ 上次一组这是样品，然后我们这是399，然后我们会给你回去自己组装，然后里面还可以给你贴，看你要贴贴纸贴在下面。你想要弹珠台吗？这一个是399，对。你还要什么吗？可以都可以看看。要不要吃后面的奶酪？奶酪要吃吗？剩下最后的五个了。要不要？这个好吃啊。 你要什么口味的？原味的，有原味。你好，上色。可以吗？原味 ，OK。Go！ 我们有冰花式的咖啡，然后吃了看一下，是，这个是酒，酒精，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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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